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2月17日，云尼斯特罗展望战西维尔。欧洲联附加赛首回合， PSV 燕豪芬将客场对阵西维尔。 PSV 燕豪芬主帅云尼斯特罗赛前称西维尔是欧洲联之王。云尼斯特罗表示，对阵西维尔将是一场有趣的比赛，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在有球和无球的情况下踢好比赛。来到比斯祖安球场踢欧洲联非常特别，因为西维尔是欧洲联之王。云尼斯特罗继续说，我想要看看人们认为的进步是否能够持续，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前进，那就太好了。首回合在客场取得一场和局似乎不是个糟糕的结果，但我们谈论的是一家赢得过6次欧洲联冠军的球会，他们是夺冠次数最多的。我们想要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